睡的，就是从来不午睡，人家都，我很佩服那些人家都能睡得着的同学。哎，我要被打死了，进草可以多一他一些，续一下被动，续一下被动，你会闪我就不会闪。下个 Q， 哈哈，哥，推线啊！活下来了，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没有他的空位啊。我这里可以给到一个3 Q 定律的一个位置，3 Q 定律，但是他很显然不打算跟我打到这，是的，3 Q 定律，被动续上，不仅是被动续上，一技能的印记也续上，最后一秒。要是 Q 不过去呢，就印记没了。这线推了吧，这线是过去的线。然后这种3 Q 定律呢，其实也很危险。危险程度呢，你们也看到了。你打不过对方的话，现在换线，不来三路对线，打不了的就。小月怎么又来了？给你 Q 到，看你敢不敢打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抢你，我想帮你补伤害，没想到 Q 死。原理。他这个有点假，有时候他这个 E 这里的，他对这里 E 走，对吧？然后他 E 走了，但是呢他的 Q 还是撞到了我们，导致我们的 Q 没有，所以我当时不敢 Q 他。其实我是能 Q 他的，我不敢 Q， 我怕我的 Q 被他撞掉，然后我就杀不了他的，那我宁愿他老老实实一亡，我再闪现去追他。哎，回来了，我又出来了。嘿嘿，哎，蛤蟆还在吐。翻身的头，问题不大。那剑魔现在对不了线了，我直接 Q 起手就上去就揍他。OK。
不要来呀，潘森，都哥们儿。哎，这潘森好烦啊！放大呀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好吗？一直在打大乱斗。别怕死，别怕死，别怕死，别怕死！别怕！啊，我都感觉这个东西要被他抢，差点被抢。感谢你成为我的 TOP， 补啊，补补智慧默认啊，当然补公司赚。不是啊，你俩是啥情况啊？不会情感也就来了吧？算上时间也快到了，走。当活哥的是真搞笑。太幽默了，小伙子。这个都是算龙出的一种。海妖就没有。不行，萨米拉也来，跑路开大，啊，这就是没有减速的情况了，就追不了人了呀。要 A 三下哪能那么容易呢 ？A 不了三下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拿这个塔去撞下塔，应该来得及。街边，这个叫什么？弯道超车，翘。排水区过弯，结果被打死了。
不过结果是一样的。那待会先打潘森呗，潘森这么勇。既然你这么勇，那不好意思喽，这不把你秒了喽。哎，笑。他还挺肉的。不行，不能过去，后面还有死的掉大了。好肉啊，他是不假鞋加血喷天。接着连招不太顺利，这一波慢了一点，被他反应过来晕住了。我回去潘森再咬得了，就打你了，不好意思啦，不好意思啦，小伙子，那就打你啦，你先动着动着手啊，南方一闪现 Q 接墙，对，他就一步走。然后跟着走 AQ A 聚酒 AQ， 多少分？30 11。哎呀，你看你鳄鱼多懂事啊！鳄鱼直接就说刀妹 C 了我200。不会下一把给我放了吧？哎，鳄鱼加了多少啊？现在是？22+19是多少？39，39+40，80点。哇、哦，还蛮高的。一件装备给400生命值，还给你加了89普通金。是89还是39？79，79。